后来为着要来解决着欠水的问题，行政院长苏贞昌陪同总统蔡英文来到桃园，看这个前瞻计划当中桃园新竹贡山的工程，未来要把桃园的水送到新竹，大概要来送200,000桶。因为这个地点拄好伫桃园的平镇，总统甲院长两个人合体来献身，那像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挺桃园。天气真好，总统蔡英文视察桃园平镇的集水厂，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来说明。水厂内底水声真大声，不过其实新竹苗栗地区欠水严重。前瞻基础建设的桃园新竹之间的闭环供线，原本6月完工，即马进度超前，逐天送200,000桶的水，要解决新竹苗栗地区的欠水。桃竹北仁管线的第二个意义呢，是证明只要通力合作，区域联合治理是可行的。前年6月，我到新竹动工的这一条水管，我们却是提前完成。要让大家拢有水的使用，中央地方做伙合作，展现团结。疫情严重，桃园阁爆出有病疫感染，蔡总统苏贞昌做伙伫桃园出现，敢若嘛有意思用行动来挺桃园。我不但感谢桃园市政市长，过年就要到了，千万不要松懈，一定要做好防疫的措施。最近疫情一波接一波，担任国家重要任务，除了呼吁团结，也敢来使看事办事。